因为它现在用这个石板，那既然已经用了哈，那它中间的缝隙太大，缝隙太大又凹陷下去，所以其实容易走在上面就会非常的颠簸。而尽可能把那个缝隙填平，填让它跟那个石板的一个高度一样填平，这样在走上面的话就会比较舒适。好，谢谢。